土顺利。祈求动土顺利，新北市长朱立伦与台北市副市长林清荣手拿金铲，为新北捷运万大线的心脏金城机场举行动土仪式。这个捷运的机场更是关键，整个一期二期将来的整体的工程，对捷运来讲非常的重要。咱的三环三线哦，一条一条地行建。那么一条一条要实现。新北市新建中的三环三线，其中第二环万大中和树林线第一期工程路线，从中正纪念堂植物园站延伸到中永和聚光站和金城机场。而这次动土也意味着万大线第一期工程全面启动。第一期的部分啊，那当然我们现在有一定的进度，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二期，我们希望二期在行政院在这两个月就能够核定，我们赶快的来施工。新北捷运进度除了关系着民众的生活之外，也在年底选战当中成为蓝绿市议员参选人们互相争论的焦点。对此也有民众抱持不同的态度，在仪式周遭举布条抗议。我也鼓励很多的地主啊，卖捏很金加入我们的联开案，真的将来会更有价值。这个是我们也给地主另外一个选择，那啊，所以我们一起来，所以这个都是地主可以做的选择。至此明显结巴，朱立伦面对地主的抗议显然受到影响。只是捷运新建必然有利有弊，虽然地主要求提高补助，但在城市发展与利民便民的情况之下，孰重孰轻，答案很清楚。环宇新闻林育仁、陈怡蓉，新北市报道。